也不是没有想要的东西，也不是没有想要的东西啊。老先生歪了歪头，完全不知道小红帽在考虑些什么。那个，我想和狼先生一起玩。够了，你们两个不要放闪了。可以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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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的话，我随时可以陪你玩。耶！哇咦呀！真是谢谢你，快速略过。可鲁呢？我的可鲁呢？那之后，小红帽和狼先生每天都在一起玩哦。这样的某一天，这人是谁？小红帽，你来一下。小红帽就像平时一样出门时，突然被父亲叫住了。什么啊，爸爸？你最近经常出门去玩呐、啊？哇，交到新朋友了哟！爸爸，准备为我证婚吧？是吗？那个朋友是怎样的孩子？是好孩子吗？他竟然敢碰我家的女儿，好样的！爸爸去烧斧头去找他。嗯，是很温柔很好的朋友哦。爸爸不允许。为什么要问这样的事呢？因为爸爸想宰了他。不要再去见那孩子了。哎。我让你不再去见到孩子了，否则老爸就拿斧头去砍他了。奶绿，拜拜。听了这话，小红帽被父亲抓住了。为什么？你是在和狼见面吧？那个，听了留言我还没放在心上，这几天才发现。我可是为了你想。着想才这么说的，谁知道狼会做出什么事情啊？他敢碰我可爱的女儿，我跟他拼命了。但是狼先生是个好人呢、啊，他是瓦纳达耶。先摆出一副温柔的好人脸，心里面肯定在盘算怎么把你吃掉。爸爸，小红帽不知不觉哭了出来，太过分了，爸爸。爸爸都是为你好，今天就特别允许你和他去道别吧。这之后，小红帽和平时一样去了玩耍的地方，在那里和平时一样狼先生躺着。狼先生，哦，搞什么、啊、小红帽，今天特别迟啊。嗯，怎么了吗？没什么精神啊。平时的话，小红帽应该已经抱过来了。狼先生感到一丝不可思议。那个，今天我是来和你道别的。你说什么？爸爸让我不许再和你见面了，所以今天就是道别了。对不起。啊，等一下！狼叫住了将要说出些什么的小红帽，但是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我能和狼先生一起玩，真的很开心。我也是啊，小红帽。那么，再见。小红帽说出了最后的这句话。小红帽，小红帽是我，请和我结婚之类的，能说出来就好了。快说啊！但是说不定那个时候小红帽的爸爸有跟在身后的哪里？要是这么说的话，肯定会被干掉吧。嗯哼。好了，那么后来发生了什么呢？那之后，不知过了多久，狼正在森林里漫无目的的散步时，突然从背后有人搭话。那个，您好。我，狼吓得蹦了起来。来搭话的不正是小红帽的阿嬷吗？那个，请不要逃走，那个，请等一下。
正要逃走的狼停下了脚步。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想，我被为血洗动的代志，甲你拍死了，拍死了。说着，老婆婆低下了头。我捡你了。我还以为狼全部都是拍狼啦，啊，那孩子啊，肯定是被骗了什么的啦。嗯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，狼就是那样的东西嘛。我的同伴都是那些家伙。啊，不过这是什么心境转换呢？不久前还讨厌我的来着。拜拜，晚安。小红帽啊，再来探望我的时候都会一直说啦，说你是个多好多好的人啦。那家伙明明打破了约定啊。最近啊，不能和你一起玩，都傻逼戏耶，那孩子还想说还想找你玩什么的。小红帽，我也很想见你啊。看到狼这样低语着，老婆婆轻轻地微笑着。今仔载啊，等下迄个伊娜哦，就来探望我。我阁有别行的代志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你能不能代替我去接一下他？那个婆婆，您在说什么？再说了，您这样的身体走路摇摇晃晃的，不要紧吗？嘿嘿。一刚到完都是躺着也不是个事啊，趁还能走的时候要多走走啦。所以说那但是不是很想见面吗？你呀、啊、稍微对自己坦诚一点较好哦。我知道了，谢了阿妈。狼向老婆婆道了谢，马上向房子走去。开枪的是父亲。爸爸，爸爸！小红帽哭着投入了父亲的怀抱。